大家好，现在时间是5:09。没想到大和德拉玛馆的冰松是在操场这边，然后这边就是冰松城了。我刚刚有稍微走上去拍一下德川家康的像，但是我没有进城。等哪一天吸引我的时候，我再去就好了。这边有一间饭店就在旁边，想说以后可以来住看看哦。都是的，冰松大和德拉玛馆。好，我要去买票。它只营业到6点，不过至少比刚启程营业到5点早，所以我有大概快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看。先录到这了，以上。